今天呢，现在应该是前面一点是山顶了啦，还跟跨行期也九头一刀，顶岗是九仙一刀。接瓦郎那一天我们下来的时候哦，我们去转这个左手边哦，其实是做错的啦。这个石头这边的时候哦，我们要登right hand side 啊，right hand side 那个马哥他们全部放在right hand side 了，right hand side 啊，所以这个 actually 这个 right hand side 才是下去出去的了。但是那一天我们总走这个 left hand side 下去下山哦，这样下山我们下去以后就会转一圈哦，这个是错误的路啦，所以马哥其实半路都没有看到了的，这样看去都没有看到马哥啊，这个他有马哥啊，很多马哥啊，全部的马哥在这边哦，下来的时候是要登这样下来的时候哦是要登right hand side 啊，那边有一个记号红色，他已经有转弯了咯，但是那一天我们没有注意了，人家已经有做马哥很多在这边了，这样一路去这样哈，整条路下去有马哥了，来他已经有做那个马哥在这边了呢，go straight 啊，straight ahead 啊，这样，那一天我们只是自己搞傻啦，搞傻啦，哦，现在我们应该是到山顶了，到山顶了，哎，海哥，刷顶了啊！OK，OK，okay, okay.